拍投资的嘞。你是不见人家相的丑的呀，一个点儿大。哎呀，一个那个三道眼儿，十个三道。哇，那你跟俺爹讲，那投资回报还挺快的，你这。你不发家，你有眼光。你不发家，谁发家是呗？俺爹呀，这大三道。人家说这三道吧。